然后我们现在来看户型二，它是有3059 square foot 位置，4房3.5卫。这个呢也是3层楼，先给看一下。哦，3层楼。Cira, then two。它这里前面有一个小小的这么一个小院子哈，然后这里进入门呢有个 lounge 这个门，嗯哼，智能开锁。哦，这个呢进来的话，一进来的话是这样一个门厅，一个旋厅，然后一楼是客厅，一楼也是有10尺高，至少有10尺高。Open floor plan。然后这里是微波炉，然后厨房，洗脸盆。这个是比较偏浅色的一个装修方式，背景墙是墨绿色，然后配了5伏的高配，这顶配的啊厨房用具。这个是 Sub-Zero 的冰箱，据说现在疫情期间冰箱也是比较难以买到，刚才是入门处是那样的。这个是个厅，啊，再看一次，啊，怎么是这个。然后它这边呢，哦，这边是餐厅，目前是5人5个座椅的这么圆桌，然后有个小的侧院，然后这里是楼梯。哦，这里是有一个 powder room，这个 powder， 这里车库门，这里有个 closet， 这里是上去，这是2楼。这个房子总共有3层楼，嗯，我们先去这边看一下。这个是主卧，感觉户型二比户型一要大一些，大多了。这个是主卧，主卧这里有个阳台，嗯嗯。这里有个 tub， 主卧的，哇，这个 walk in closet 很大，这个比那个户型三的 walk in closet 很大。然后再一个 shower， sorry， 这边是一个马桶，这个是。很大的，对。所以主卧再来看一下，主卧边上呢是有很大的阳台，目前外边是一片空地，都在建着，准备建。啊，这主卧，这个呢 ，Plan Two 呢4个房间加一个 Bonus Room。楼下是没有，啊，这个是个房间，目前他也就做一个简单的健身，白色，这是第二个房间。OK， 这呢是洗衣间，而且洗衣间呢它东西很多，这个呢有一个很好的储藏的功能，这二楼的这个洗衣间，进来洗衣房。刚才看两个房间，然后这第三个房间，这个小朋友的床也是很温馨。这个是 walk in closet， 窗户也是很大。现在是下午，
采光也挺好，独栋的一般采光都不错。那么这三个房间啊，这个是啊，这个甚至是三楼 ，sorry。然后呢，这是二楼的一个 shared 共享的啊 bathroom 共享 bathroom。我们这个是准备到三楼，刚才是看了三个房间。我们再去看一下三楼，三楼，哦，三楼有 bonus room， 这里呢是 bonus room， 哇，这双楼很大，这边是有。这边是三楼有一个卫生间，全部这个升级的一直到顶上。然后这边呢有一个，哦，这个是边上的一个三楼的一个套房，很宽敞哈，三楼也是很房间很明亮，加一个 walk-in closet， 所以这个户型也是非常好，喜欢大一点的这个户型二也是非常受人欢迎。那你看三楼和二楼之间是两层的玻璃，所以是采光很好。